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新的英灵的天赋哈，公孙七月，然后松阳本的公孙七月，好，这是个千金大小姐的部分哈。好，这个造型跟异见路的造型不太一样。那狮子是雨势哈，属性是岩属性，然后天赋的部分人小鬼大，那物攻提高7%到15%。那行动结束之前呢，你三格范围内有敌方的话，可以选择横踩或是迷窍中的一个绝学释放。那行动结束的时候，处于敌方危险范围内，而且也没有造成伤害的话，则获得再行动哈。那你的横踩迷窍除外。那横踩的部分是三格内一个随机敌方单位造成哦，随机哦。0.4倍，不过他绑在天赋里面、啊、所以这个是多的，而且是物攻伤害，不是固伤。然后迷窍的部分哈，对，无条件加物攻，然后迷窍的 buff， 迷窍的这个状态是三格内也是一个随机敌方单位伤害0.2倍，然后并施加一个随机的 debuff， 伤害低，然后施加 debuff， 一个是伤害高，没有 debuff， 好。好，再一个哦 ，buff 的招式，步步高升，主动使用未范围内所有友方施加极一的状态，那这个极一可以持续三个回合。那如果是岩属性的友方哈，可以获得迅捷一哈，哎，还算可以。好，这个是七星连珠的单体技哈，然后是造成1倍的伤害，然后可以发动追击的效果哈，那追击的效果是0.4倍的伤害，那对上之后可以施加皮落哈，然后持续两个回合。那如果本次攻击和目标不在一个直线，不在一直线，本次攻击目标无法反击哈。哇塞，加这个加后面这一段就差很多嘞。本次攻击和目标，如果你在一个直线上面的话，他会反击你。然后你站斜对角的话，攻击目标无法反击。假设他是可以反击到的距离的话，也就是说像那个谁三格的像打三格的话会打两格。你只要不要站在一直线上面，你就不会被反击了。很赞欸，这个哇。这个有点夸张咯。有点夸张咯，开始觉得夸张咯。对啊，你看我可以站在 boss 旁边呢，斜对角就好啦，我就可以打他了，他不会反击我。我靠，这变相的就是远距离攻击的意思，只是你会在他攻击范围内啦。好，大招哈，一掷千金，那 1.6 倍的伤害，那飞行目标造成额外的 30% 伤害，那对战之前驱散目标四个。有一状态啊，每驱散一个有一状态，伤害加5%，哇哇哇哇哇哦，还蛮不错的。所以这种大招，就是敌方的 buff 超多的时候，你放这招是最划算的哦，而且是对战前驱散哦。好，再来是广济善财，对范围内的所有敌人造成0.5倍的伤害哈，对中心点的敌人施加晕眩哈，一定要中心点，也就是说。公孙七月呢也是有晕眩的技能，怎么感觉之后英灵大部分都有晕眩技能啊 ？OK， 好。哦，还有一个投资，主动使用恢复目标最大气血的30%技能后，如果目标的气血全满了哈，则自身可以获得神锐哈，持续两个回合。哇！他还可以帮忙补血，这个号内力不知道是应该是一啦。哇塞，这个真的，我真的觉得公孙七月是不是做太好了？以目前来看，真的做蛮不错的。然后技能搭配就参考就好了，裸鬼跟头狼哦，头狼裸鬼哦，没有吃点鬼哦，哦，因为他好像暴击好像不太高。反而是加裸鬼跟头狼，
OK， 好，这次工程学院的技能我觉得相当的不错，无条件提升物攻，然后你行动结束如果没有造成伤害的话，又可以获得再行动哈。然后再来就是这个，刚才叫什么？这个七星连珠哈，这个感觉是可以必带的啊，可以必带的，直接白嫖。然后一掷千金就看场合了。像那种诸葛亮啊，你用一掷千金打他，因为诸葛亮会身上很多 buff 嘛，用这招打诸葛亮超爽的。对 ，OK， 目前看下来技能还不错啦，又可以补血，然后天赋部分又有一些随机造成的伤害，但是你要靠近敌人啊，可是也还好，因为三个算还可以接受的范围啦，旁边有护卫帮忙挡应该都可以的。好，总之工程七月。相当的不错，个人觉得相当不错。好，那这期的介绍就到这边了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的 IG、FB、Twitch、BB 点还有 Discord。那有什么想法，欢迎在底下留言区跟大师一起做讨论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